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投资学的教学节目，我是林胜安。今天要介绍第一讲是投资学导论。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贵宾，啊，郑天宇老师，啊，郑老师是大专院校投资学的讲座，同时跟我个人一样，都是证券分析师，有很丰富的投资经验。那我们先请郑老师跟大家问个好。呃，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跟啊。 林老师一起跟呃大家啊探讨有关于投资谁这一门谁问。本讲师的学习重点有三点：第一，了解投资的要素及决策的流程；第二，了解风险报酬关系以及各种投资标的之风险跟报酬的评估；那么第三个重点，投资的基本原则跟投资的资讯来源。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了解投资的要素跟决策的流程。一、投资的意义。所谓投资，是指投入现有的资金，期望未来能够获得报酬的一种行为。因此，投资包括下列三个要件：第一，投入一段的时间，啊，时间要长一点，通常要。 三到五年左右。第二，投入一笔的资金，资金的多寡随人而异。第三，期待报酬，报酬率的高低也是因人而异。那么第二部分，我们来看投资的种类，我们可以分为一广义的投资，跟二狭义的投资。在广义的投资方面，我们分为。 有形的投资跟无形的投资。所谓有形投资，是指包括经济学上所称对厂房、设备、机器等这些直接的购买所从事的投资，跟实体资产以及金融资产的投资，这个叫做间接的投资。那我们接着看无形投资。所谓无形投资。 啊，是指这个投资的收入无法按照货币来加以衡量的，我们都称为无形的投资。那么，所谓狭义的投资呢，一般就是指我们证券交易的投资而言。那么，我们来看三影响投资的三个要素。第一啊，是时间。以股票投资而言，最少一笔投资。 要有三到五年的打算，才不至于短线不聚财。第二，报酬，那么报酬率的高低也是因人而异。假如能够找到一只每年配股百分之二十的股票，那么您长期持有二十年后，我们经过复利的计算，一张股票可以变成三十八张。那么第三是风险。 所谓风险，就是我们投资的过程中，随时会遭到各种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就是所谓的风险。那我们现在请问郑老师，啊，市场上有人是投资，有人是投机，也有人在赌博，这个到底如何来区分呢？ 那我们首先来跟各位讲到所谓的什么叫做投资那投资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会透过啊呃，比如像技术分析，或是所谓的呃啊基本面分析或筹码面分析之后，再做一个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啊，大概时间都会比较长。它最主要的获利来源是它的啊利息跟股利。好，这个是有关于投资。那什么叫做投机？ 那投机一般来讲，它不像投资啊去做啊所谓的分析，而是重视啊，宁可去相信啊名牌或传闻或小道消息啊，保持短期获利之心态。也就是说，它的获利最主要是就是所谓的资本利得。那一般我们俗称为啊价差。那第三个所谓的哎所谓的赌博，啊赌博是以金钱啊下注于。 啊，未来不确定的事情，如购买彩券啊，碰运气的企图获利啊，是在没有资讯的情况之下做不必要的冒险。也就是说，赌博它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而去做一个下注啊。好，我们谢谢郑老师啊，很精辟的解析。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投资的决策流程。第一啊，设定投资的一个政策。 依据个人的一个财力、个人的一个目标来设定。第二，进行证券的分析。啊，就像刚才郑老师说的，投资啊要根据我们总体的政治经济以及个别的产业、个别的公司财务业务状况啊来做分析。第三，建构投资组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集中投资一张股票啊一种股票。 我们需要分散投资啊，几种的绩优股，这样子才能够分散风险。那么第四，评估投资的绩效，那么投资的目标是否达成，有赖于投资人对自己投资的表现来加以评估衡量。那第五，回馈跟调整，要针对投资的结果跟原先的预期做一个比较。 并随时修正，那我们这个就所谓的回馈跟调整。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五部分，就是风险报酬跟各种投资工具之间他们的一个评估。那我们来看下列这个图表。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股票。那么股票呢，啊，是一般我们同学比较接触的一种投资工具，它的这个获利。 啊，是比较高，风险呢，啊也是比较高，那么这个流动性当然也是相当的高。再来看基金，那么跟股票来比呢，基金的风险、获利、流动性大概是介于中等的程度。那么再来看不动产，那么不动产也是我们人生大家都会有的一种投资的工具，它的获利、风险、流动性。 大概都是介于中间，那么选择权呢？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选择权是属于我们这么多投资工具里面，它的风险、获利跟流动性都是最高的一种投资工具。再来看认购权证，认购权证跟这个选择权也非常的接近，它的风险、获利、流动性也都是很高。再来外汇，那么外汇。 它的这个获利、风险、流动性也都是比较高的。接着我们来看黄金，那么黄金的这个获利、风险跟流动性都是非常高的。再来我们看公司债，公司债它的获利跟它的风险是介于中等，但是流动性非常的高。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票券，票券是一种低获利、低风险的投资工具，不过。 它的流动性啊相当的高，那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个投资工具来供同学们参考。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了解风险报酬的关系及各种投资标的之间。 风险与报酬的评估，好，那么我们来看一风险的意义跟种类。啊，意义呢？所谓风险的意义，指投资报酬的一种不确定性，也就是预期的报酬和实际报酬之间发生差异的可能性。风险的种类，我们可以分为一系统风险。所谓系统风险，包括以下。 第一个部分，政治风险，例如每个国家实施这个选举，都会有政党轮替的一种风险。再来，利率风险就是利率涨跌造成产业成本的升降，造成投资结果的一种不确定性。再来，购买力的风险就是指物价上涨，尤其是通货膨胀造成。 这个投资报酬的一种不确定性，通常我们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代表。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在百分之二，它算是合理的。那么如果百分之四或者更高，这个就有购买力的一个风险。再来，我们看外汇的风险，例如啊欧元对美元，因为欧债的危机已经贬值到一点三以下。那么如果投资， 在欧洲地区的金融工具，它就会有外汇的风险；再来主权国家的风险，例如我们最近流行的这个欧债危机。那么像希腊、像西班牙，被著名的一些投资机构降低在线的平等，这个就是主权国家的风险。最后就是流动性的风险，也就是说投资工具。 可能会卖不出去，或者如果放空的可能买不回来的一种风险。那我们接着来看非系统风险。那我们什么叫做非系统风险呢？主要有哪些？我们请郑老师啊来给同学们说明。好的，那刚才我们林老师已经跟各位介绍有关于。 啊，什么叫做呃系统风险？那系统风险加上非系统风险就等于总风险。那什么叫做非系统风险呢？也就是说，呃个个别公司所面临的一个风险，哦，这种风险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投资组合来分散它。为什么呢？呃，譬如说，各位在买股票的时候，你可能会买塑胶股，你会买呃所谓的啊钢铁股，你会买电子股以及呃金融股，那 呃，如果呃现在的话，电子股涨，那金融股跌的话，那彼此间可以抵消。所以所谓的非系统风险，就是可以透过投资组合分散的风险。在我们啊实、呃、物上的，也就是说在做研究方面的话，只要你买的股票超过十种以上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谓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把它避免掉。那 有关你非系统风险包括哪些项目？我们来跟各位举例一下。第一个，它可能会面临所谓的呃管理风险。什么叫做管理风险？是由于啊管理阶层为了自己的本身的利益啊罔顾股东权益所造成之风险啊。例如管理阶层啊利益输送啊采购收回收回扣或是自回等之风险。也就是说，我们的董监事他领的很高的。 呃，董事会用。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你营运风险。那什么叫营运风险呢？也就是企业在营运过程当中，由于啊财务结构的不良、啊、哦、生产力不足、啊竞争力衰退、啊或是说产品啊、哦、被淘汰等因素所造成之风险。尤其我们的电子产业哦，那个产品的话，会随着时间很容易就被淘汰。那第三个风险哦，就是有关你财务风险。 也就是企业在募集资金时，使用举债融资的方式，一旦啊债务负担过重啊无法偿付所造成之危险。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到底负债有没有过高，这也是投资人必须要去注意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系统风险跟非系统风险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来看啊，下一个这个图。 好，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到，啊，中间有一条横的水平的，叫做系统风险这条线，它是跟证券数目的多寡无关，也就是说，你增加很多的股票，它的风险还是不变的，所以是一个水平。那么最上面这条线叫做总风险，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从左上角向右下来延伸，代表说，因为股票数目的增加。 可以分散掉它的风险，所以中间的部分我们用箭头表示的地方就叫做非系统风险。我们接着来看二，报酬的意义跟评估的方式。什么叫做报酬呢？报酬就是投资的回报，报酬的多寡我们通常用报酬率来表达。那么二，报酬的种类一。 期望的报酬率就是投资朋友要投资股票以前，他心目中希望获得多少的比例。例如，他想获得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报酬率。二，实际的报酬率就是说投资结果最后他获得多少报酬。也许比本来预期的百分之二十高，也有人比本来的低，甚至于是负的报酬。 那么我们来看三投资组合绩效评估的方式。这边我们介绍三种著名的指标。第一个是夏普所发明的，叫做夏普的指标。也就是说，每承担一个单位的标准差，投资人可以获得风险的益酬。我们从课本的公式可以看得到，它的分母是一个西格玛，啊，就是风险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指标，我们叫做吹纳指标，就是著名的一个学者叫做吹纳所发明的，跟刚才的这个夏普指标啊很相近，只不过它的分母所用的一个风险值啊是这个叫做贝塔值，所谓贝塔值呢，就是个别股票它的价格波动跟大盘之间波动的一种相关系数。 所以，这个以夏普指标来说，它的总风险跟崔纳指标，它的一个系统风险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投资朋友就是看你啊自己是喜欢选择波动性大的，或者是波动性跟大盘啊比较接近的，那我们就可以从一的夏普指标或者二的这个崔纳指标啊来比较。那么第三。 啊，就是詹森指标啊，一个著名的学者啊，叫做詹森，他所发明的这个詹森指标呢，它是指证券投资组合的实际收益率跟位于证券市场线之上的这个证券组合的期望报酬率之间的一个差啊。它的计算公式比较复杂。那么这三种指标。 我看我们坊间有很多有关于这个基金平等的啊这个书籍或者杂志，都有根据夏普指标、吹纳指标啊战胜指标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同学啊就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啊哪一支基金啊在这个长期的表现上，他们的这三种指标值比较高，那就是我们投资朋友。 啊，选择基金的一个参考依据。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部分：投资的基本原则跟投资的资讯来源。首先，我们来看投资的基本原则：一、长期投资。我们一再给各位同学强调，投资。 一定要有三到五年的投资的打算啊，不要做短线的投机，因为我们经济会循环。假如经过三到五年，也许可能买到高点，但是经过三到五年的一个下一次的繁荣，我们就可以有获利的机会。那么第二，选择绩优，那么绩优的条件有几点：第一，形象良好。 那老师为同学们准备啊，十点这一个所谓形象良好的一种特质。第一，正直，你一定要找到负责人啊，刚正不阿，他能够人逆己逆，人机己机的这一种股票啊，不要说买了你的股票被他套空了。第二，勤俭，假如负责人能够勤俭刻苦，他就会啊很节省。 他就不会去掏空公司的一个资产，啊，再来是本业，我们好的公司一定要专注本业，它才能够精益求精。再来不现增，也就是说公司不赚钱，只想向股东来掏钱，这一种叫做现金增资。那原则上，假如公司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那么一直在现金增资是不太好的。 再来，不减资。那么减资有两种，老师这边所讲的是指公司赔钱，那只依赖减资来改善资本结构这一种是不好的。有一种啊，它是赚钱，但是用不到这么多钱，所以退还给股东。那这一种减资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这边所强调的是不好的减资。再来，不勾结。很多的企业都会跟 政党勾结，那假如遇到政党轮替、改朝换代，他可能就没有政党的奶水，那他可能就会垮掉。再来啊，这个不内线，所谓不内线呢，就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不利用内线消息来炒作股票。那我们上市柜的公司总共有一千多家，我们从报章杂志经常可以看到。 很多的企业，它都是利用内线消息在交易。那有这种股票啊，我们就希望同学们你能够敬而远之。啊、哦，再来啊，就是不兴送。所谓不兴送呢，啊，当然最主要的是指不要去侵害到别人的专利权。刚才郑老师有提到，有些电子股啊，它是比较无法稳定的发展，因为他们可能产品的发展过程中。 侵犯到别人的这个专利权，那就啊可能要吃上官司，造成一个巨额的赔偿，啊，再来是不做假账，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啦。假如公司规矩做事啊，不美化账面，那你的投资就能够获得一种正常的报酬。问题我们是看得到很多的公司他在做假账。好，那第二部分呢，业绩要良好。 什么叫一级电好呢？如果我们最近五年，我们不能光看一年哈。如果最近五年每年的 EPS 都有在五元以上，所以 EPS 的意思就是每股的盈余有五块钱以上。那么这五块钱呢，每年来配股百分之二十，好，那么其他可能是配现金，那股票配百分之二十。刚才我们说过，复利成长，一张股票满二十年。 是变成三十八张。好，第三前景要俏丽。什么叫前景俏丽呢？我们未来的课程要从各行各业努力的来帮同学们分析未来的明星股啊，给同学参考。第三点，自有资金啊，避免融资融券，这样才不会遭到断头的命运。啊，再来就是省吃俭用。 投资的过程啊，它是非常的漫长，中间会遇到刚才我们所解释过的各种不确定的风险，例如啊，过去美国发生的次级房贷、二房事件、雷曼倒闭，以及呀、啊、这个欧债啊、欧洲五国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个过程中，可能股票就会遭到亏损。那么遇到亏损， 啊，你就把它卖掉，啊，一张一张的卖，卖完的时候，啊，股市就是谷底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省吃俭用，啊，才能够努力的积蓄财富，啊，利上滚利，越聚越多。那么第五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投资组合。我们再要劝告同学们，不要听名牌，不要孤注一掷啊，不要把鸡蛋。 摆在一个篮子，或者当你做梦啊，做的鸡生蛋，蛋生鸡，越生越多，好像明天就是亿万富翁的时候啊，你就跌倒了。那么鸡蛋摆在一个篮子，它是有很大的风险。那老师根据啊社会上很多我们遇到的现象，帮大家整理以上的一个结论，叫做四不一没有，也就是说。 你不要犯四个错误，你就不会有烦恼。哪四步呢？第一，不要犯众人错。啊、哦，我们成龙啊、哦、说过一句名言：“我只不过犯了全天下男人都犯的错误。”但是，我建议同学，别人可以犯错，我们不能犯错，尤其是在股市。巴菲特说呢，你要遵守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 你不能赔本。第二个原则，遵守第一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遵守前面两个原则，意思都是要我们不能犯错。那第二个不要呢，就是不要涉世未深啊，这是一个也是名人的名言啊，“股市深似海呀、啊，功夫备好再入市。”第三，不要意乱情迷哈、啊，不要看到啊有些公司。 他的假报表啊做得很漂亮啊，假消息在市场传播，那你就啊去买，这样子就会啊上当。再来，不要一时软弱啊，这个是最近啊一个名人的名言。很多人会软弱，在股市呢买到问题股，他的心情软弱，他没有办法当机立断，结果越拖越久，最后。 这个股票就下市了，像过去啊发生过的好几个下市股票，例如啊博达，啊例如台凤，啊例如啊必达，很多，还有目前有很多这种全额交割的股票，它还有在交易。那么如果同学们啊不小心有买到问题股啊，当机立断，我相信啊你可以保留一部分的资金。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以上的四点，相信我们同学们可以心安理得晚上睡觉就没有烦恼。那我们接着来看投资的资讯来源啊，郑老师，您的投资经验非常丰富啊，请帮同学们介绍我们投资资讯啊，主要哪些来源？OK，那一般你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早上一起来，好，最最。 首要的，你必须把《工商时报》还有《经济日报》，好，呃，把它呃大标题描一下。如果呃比较重要的消息，你必须要把内容好好的看一看。那除了这个两个报纸之外的话，其他像《自由时报》或是《联合晚报》或是呃《联合报》等等，它都有财经这方面的一个呃新闻，这个各位也可以作为参考。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呃，各位同学也可以看一些电视台，尤其好像五十七台、五十八台的财经节目。当然，有些啊电视台它也对财经这方面有报道。那我们尽量去看啊专业的财经节目。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哦，像电脑里面哈有很多呃像呃雅虎或啊谷歌的股市资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 Stock Q 等等，这个各位都可以参考。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各位要把。 所有的市面上哦比较重要的，像哦技术面分析的书，或是哦名人像巴菲特所撰写的书籍等等，这些各位都要详细的把它研读之后，而且要把它吸收哦变成你的一个知识。最好的话，你在看书的时候要做一个所谓的眉批，而且有些好的观念的话，你要反复的去看它，而且。 在做呃，就是做一个实证的一个练习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呃、谢谢郑老师啊，这么精辟的解析。那我们投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它必须很下功夫啊。好在我们华视给各位同学开辟这一个啊投资学的课程。那我个人跟郑老师，我们两个都是证券分析师啊，我们很用心的啊帮同学。 整理的啊，这个各种名家啊，例如巴菲特啊，或者世界上和有名的一些分析师，好像彼得林区啊，或者格拉汉等等，他们的一些啊思想，我们在书本里面都有叙述。同时，我们也收集了啊比较新颖的股市的资料，希望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给同学们啊理论知识的介绍以外， 另外，我们也给各位啊最新的一个国际金融的尝试。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教学的过程，随时引导同学们如何来关心啊股市啊，或者是债券，或者是外汇、不动产各种投资工具。欢迎同学们啊，以后继续收看啊。今天谢谢各位。